哎，好的，那我又回来了。我们又迎来了这个叫什么"锈湖旅馆"的第三天。来，我们继续。这次我们要烹饪的是咕咕先生的肉。啊，他平常坐的这个位置留下了一杯酒。哎，我们拿到一杯酒，哎，白色葡萄酒。哎，这我还可以再收集到什么其他东西吗？这是姑姑先生的钥匙吧，房间的钥匙，5号的拿到。然后我们需要再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看这一次要做这个晚饭需要什么？需要 potato 和这个 black brace 什么东西啊？是黑莓吗？potato 是这个，对吧？那个马铃薯，哪里会有马铃薯呢？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。好，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。这个乌鸦也不理我们，电话也没有人。猫的话不会让你走的，我们要吃过晚饭才可以走。猫头鹰先生，这边应该我们可以放2枚钥匙了，但是不知道哪个对哪个，现在没有用，先收着吧。嗯，那我们就继续做晚饭吧，反正也不知道往里加什么东西了，加上鸟肉，吃的。然后就是当晚的饭，大家一起把这个咕咕先生给吃了。你没有发现又少人了吗？啊，为什么这三个都是肉食主义的吗？我又拿到了1星，然后又迎来了第三天的晚上。今晚会是谁呢？猫头鹰不理我，灯的话没有用，电话无人答路，厨房，I need some fresh meats tomorrow。他又需要肉。Fresh 是新鲜的吧？我明天又需要一些新鲜的肉。好嘞。然后依旧是没有人的大厅，有流星哎。哎，为什么天黑的这么？为什么黑的这么？妈，越来越黑了，有点不妙哎。已经这么晚的了吗？猫都没了，哎，不是吧？我感觉不妙哦，什么鬼？这是那个猫吗？这怎么蝙蝠啊？它不是一直都是猫的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们要点击它，每次点击它都会，这个就会再亮起来啊。OK，它竟然不是猫，我说为什么每次看它都特别瘆得慌的？它原来是只蝙蝠，马铃薯，是马铃薯吗？诶。这是马铃薯，那我们拿到马铃薯了，但是我们那顿饭已经做完了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依旧只是拿到1颗星，还需要豆子。我天，原来这是只蝙蝠啊！
来吧，我们看看今天晚上要去杀谁。依旧是二楼。今天我们去最里面那间房间，看看会是谁在等待着我们。Private. You cannot enter this room. This room is private. 我们还不能进这房间。OK， 那就是说这个房间是私人的，所以无法让我们进去。那我们再看看其他房间。一楼。那我每次去的都是二楼。一楼好像第一次来一楼哎。有点瘆得慌。一楼 The one room Mr. Dear， 我们又来到这个羚羊先生的房间，看这什么东西啊，他果然是代表这个堡垒啊。这个画就是那个钥匙然后所对应的那个羚羊是堡垒，刚才那两个我没有看到，但我们下回再看的时候我们就记一下。然后锦谜的话应该是需要最后那个钥匙吧，打开这什么东西，堡垒不知道是干嘛的，这什么东西，钥匙，我们需要种什么东西然后放到里面。这个是哇，哎，为什么这边升不了，流血了。哎，叶子。哦，我们拿到一个食材。食材。这些食材都是在房间中会有吗？我们好像错过了好多东西，我感觉。我这个游戏没准我要去再打第二遍了。他流鼻血了。嗯，我看这杯子，拿到它，杯子不能拿。This drink is not complete. 我们要给它做饮料吗？这什么 ？Blood？ 鲜血吗？然后这什么 ？Vodka。Vodka。这什么东西？叭叭叭叭叭，然后还有叭叭叭叭叭。本来我英语就不好，你说，然后还给写个这么糙的一个字。反正应该是需要鲜血吧，我们给他对话。Hello， Bring me a Bloody Mary， Bloody Mary， 鲜血玛瑞，鲜血玛丽。这一点的翻译应该我还可以翻译到位的吧？鲜血玛丽，这个故事关于鲜血玛丽的。我就不说了吧，有点太那个什么了，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故事啊。这是什么烧杯，这是要做什么实验吗？我们需要打火机，这什么东西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。哎，这个是刚才他那个目录中的吧，第二个单词的，果然这是第二个单词的东西。第一个单词的，这如果是鲜血的话，那个就是羚羊流的那个鼻血就可以用。然后剩下两个道具，我们要把它攒齐了才能给它做这个。这是，哎，我们有钥匙，打开它。八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是量度，一共能乘十，它指八，应该是我们需要拿水倒到八为止。这个不能用啊，这需要八。第二两个。这两个没有提示了，我们需要在其他地方找任何提示的。了解，这应该是要做成这个平衡天平。这什么东西？鹅？碰了蛾子，这叫？我不知道大家那边叫什么？我好像我们那是叫碰了蛾子吧？然后，来我们来量一下这个吧。四的太重了。哎呀妈呀！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
不对，把E撤下来，哎，平衡了。那也就是说四加上啊，这个加应该也是个图标吧，四跟那个图标等于这个，等会儿我们这就要算数吗？我感觉我们要算数，四和一的话肯定是这样的，一这是一啊，所以三角是三，三角是三，我们知道三角是三的话，再加一个这个太重了，这个不平衡，把一拿过去不对，把四拿下来，三角是三，那我们来看看一跟这个是一样的吗？一样，加是一，三角是三，我们再看啊，所以一加四等于五，五的话，螺旋是五，螺旋是五，还需要什么？没有，就三个我们都知道了。三角是三，加是一，螺旋是五。我们先记好这三个，应该会在某个地方用的。碰了蛾子，哎，干嘛的？这还需要一只。我们拿到桶，这要干嘛？做刨冰吗？把桶给他。嗯，我拿到一个杯子，玻璃杯，这干嘛的？加。加是一，这个我们还没有，不知道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数据啊。先搜集一下桌子，最后一个火柴，拿到火柴以后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凉桶点到。哎，这还有一件窗户，我有不祥的预感，我们先点一下啊。吓一跳！哎，哎，我们把桶给它系上去了，然后呢？桶里有东西吗 ？What 啊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们把桶吸上去就能拿到水了。我们拿到水，我看这个窗户干嘛的？这窗户没有东西，我们能把关上吗？我不想看着开着窗户，我感觉会……哎，虫子！哎，没了。我们要拿什么把它给弄困住啊？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三，这个是五，这，我们还不要就这样取巧了啊，尽量是找一下这个吧。这个其实试的话，零到九肯定能试到，但是这个游戏乐趣就没了。我们来想想看怎么把这个三角得到。水，我先给它倒碗水。不要，水的话，哎，给这个倒水。哎，有了，关上它，把这个灯点到，点着了。然后呢？这个模拟光合作用是吗？水是不是不够？可以了，它没有种子啊。我们先不管它，往这边看。水的话，给它倒进去。这个是八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需要来回这个烧杯来回。倒，然后直到这个倒成八为止。现在我们变成了这个是二三六，哦，二八，结束了。哦，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们终于解谜出来了，这个拿到八毫升的水，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，我们来回来这个烧杯这边点上它，然后把八毫升的水放到这儿，放不了，这是干嘛的？玻璃没有用。这个没有用，桶给你，桶也没有用，八毫升的水干嘛用的？这是不是还可以再捆到什么上面？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吧？我觉得这边应该还需要什么东西？我们还需要一些没有得到的一些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没有东西。我们来给杯子倒点这个酒吧。
好，给杯子倒完酒了，虽然没什么用吧。这个妈的，这，哎，哦，我们拿这个杯子，玻璃杯撞到鲜血了。倒进去，好像没什么用啊。我给杯子装点血，然后嘞，给这个树苗加血的话，你吃吗？他不要。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啊？我感觉这边是缺什么东西了吧？哎，可以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不缺东西。然后呢？然后。加热完了以后呢？哦，三角，对，我们刚才要找这个三角这个数字啊。三角的数字，哎，这不是三角吗？这不是三角，那远看好像是一个三角，哎，有三角啊。我们现在有三角，有圆圈，有加号，还需要一个什么数字？三角圆螺旋。哎，不对，不需要。啊啊啊！我是不是傻呀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来来来，我们来解一下，加是一，这个是三吧？这是五，这是三。我们拿到了一把小刀，小刀有什么用？把虫子给砍掉吗？等等，这个花儿。虫子又飞了，在哪？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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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用。这个能再砍下来吗？给你个桶，不让，已经不让拿这桶了。这把小刀干嘛用？嗨，对不起，我们把这个路给伤到了。这干嘛用的？要接水吗？哎呀妈，真的放进去了？再用个刀呢？啊，没有用了吧？啊，跟他说话，他不理我了。Hello？ 啊，他还要那个鲜血玛丽。我们看鲜血玛丽，我们需要什么东西？这是水。啊，鲜血拿到了。还需要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他把狗，就是这个吧。他把狗。我们先给他接点这个东西啊。好，接到了。接完以后给他放进去。好。还需要什么东西 ？Special， 这应该是 special in 什么东西？ing， 这什么 ？eident， 嗯，这什么东西？一个特殊的什么东西？这个血是放不进去吧？哎，是不是那个量桶？我们怎么把接的东西？哦，刀把它砍掉，没有用啊。这要怎么去？嗯，啊哈哈哈 ，Tabasco 是这个塔巴斯哥辣酱油，辣酱，我蛮喜欢吃辣酱的，特别喜欢吃辣的东西。哎，我们现在要干嘛到底？抓虫子，虫子它也不吃辣酱啊。你吃辣酱吗？给你点辣酱，给你酒，给你火柴。给你这个，这个为什么它不？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它不是需要油吗？不对啊，酒也不对啊，水不够，这是要什么东西长出来？是不是虫子要去怎么拽呢？这个虫子，我要怎么去抓它才行呢？刀，给你个刀。没有用，火柴，
火柴把它点着了。虫子一般会是需要拿什么东西把它扣住吧？它应该还会再回来的吧？我们试着拿找个杯子把它盖住，看看能不能行。哎，啊啊！什么鬼？哎，这个游戏我无语了，你这个制作人真的是太……哎，你只要操作有一点不对的，对不上那个地方，他就不能再继续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可憋死我了，这个破虫子啊！来，我们把虫子放上去。OK， 三枚虫子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顺序啊，应该是点三次的。首先这个最没有开展的金色的应该是点一次，然后横展的是两次，全展开的三次，所以就是这是一次，两次，一二三，然后嘞，我们点错了吗？哦，顺序有顺序的啊。哦，展开一次的，不是，就是中的吧？我们叫它这个是小中大，中小大大中中，中小大大中中，中小大大中中，拿到什么东西？种子吧，这是 seed。seed 什么意思？这个道具首先也是锈狐系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。来查一下这个词，一直我也没有查过这个词，因为不太影响游戏的一个进展。SED， 种子，种子，种子，这个就是种子了。我们拿一个种子来看看它能种出什么来。哎呦妈呀，这个终于，我这天哪，我卡到这儿卡了有20多分钟了吧，一直在卡这个种子种进去，然后盖上盖。好。它能长东西吗？哦，开花了，开花了。我拿到这个，哦，哎，拿到这个种，这还能再用吗？能把它抠出来吗？点着，不行。然后我们是不是往这个粮桶里头加东西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绞肉器，把种子放进去，果然。搅出来黑色的粉末，哎，什么什么什么能量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什么扑啦扑啦扑啦东西的。我把这个倒进量杯中，看能倒进去吗？哦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变绿了。哦，拿到这个绿色的液体了，这是毒药吧？这我们要终于开始准备杀这个羚羊先生了。嗨，豆豆，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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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呢？咦，一口还不够，两口，然后呢？三口，然后呢？诶，没有反应。这个配音啊，真的是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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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死掉了。我们是可以拿他的肉了，果然。那么还差什么东西？这需要一个 mushrooms。好的，这次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这个游戏的实况的话，不妨点一个收藏，点一到两枚硬币或点个赞吧。这个视频的所有更新呢都会一直放在这个视频的稿件中的，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每天进行更新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是每天进行更新。这一系列的案件幕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将在接下来视频中逐渐为你揭晓。那么下期再见，拜拜。